妈前几天她在市场看到那种一束的50块的康乃馨，然后她就自己买了一朵，然后我就想说家里已经有摆了一朵康乃馨，那我做女儿的应该要买吧。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插花，觉得它设计的还蛮丰富的，它中间有康乃馨，然后旁边还有配紫色的桔梗，希望妈妈会喜欢喽。现在要去百货公司逛逛，因为母亲节要到，然后我都还没有买礼物。在疫情也逐渐趋缓之下，跟爸妈一起去华泰 Outlet 逛逛，走。现在都准备早点，根本没人要去。肚子饿，先去吃饭。我们走这个空桥。好，现在我们刚走空桥，来到这个桃园高铁站，然后这个一风堂，走。刺完哦，刺完酱汁没有下去，刺完我叫它酱汁另外放，然后我现在就是加一点点，因为我想要先喝它的原味。我来一点刺完。我喜欢它的面那个是有点硬硬的感觉，大家都好喜欢去日本。对啊。那华泰名品城，那我们买到什么 CP 值最高的东西？3个小时，今天主要的部分就是这一区爸妈喜欢的 HOMA。 那今天的折扣算下来大概是落在4折，你看这个花色就是也很夏天，然后颜色都还蛮显眼的。接下来就是 Tommy 缺乏一些基本的夏天的 T 恤跟短裤，然后折扣算下来的话它有2件在9折，所以大概是64折左右。然后一个算是披肩吧，就是它不是那么厚，然后这个是双色的，我看很久了，那我觉得价格也不错，所以就是今天圆满的结束行程。我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然后我这次 ，Hello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hannon 的频道。那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所以我可以回到台湾，然后母亲节刚好要到了，所以这次可以跟爸妈一起过这个节日，很开心。然后那天妈妈她其实前几天已经去市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hannon 的频道。那这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可以回到台湾。